安娜，你忘了上次叫我锁门发现什么事吗？我不该丢下你一个人，穿着轮鞋，拿着火把锁门。安娜，我已经把危险物品通通收起来了，不可能再发生任何状况了，对吗？快去工作。遵命，长官。<笑>这个顽固真的很顽强。我要宣战！你等一下。 说再见，顽强无垢，预备，瞄准，发射！ 我再也受不了了！我要你记住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好，呸！我一定要搞定它。很遗憾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样相见了。让我来为你介绍一下：除垢大师核能炮，注意微波动力镭射分子除垢光，注意镭射导引超高压强力水柱炮。再注意，我特地为你准备了小小的惊喜：特殊羊毛合金所制成的。 结合先进科技和除垢艺术的天才组合，我叫它“钢羊毛”。它还附加了镭射炮，有什么遗言？没有是吧？预备发射，强力水柱发射，没有用，钢羊毛镭射启动。 西方有怪异的强光，应该跟海绵宝宝没什么关系才对。很好，别怪我无情了，这可能会终结世界。发射镭射麻花卷，再强一点。分子镭射强光扭曲现象，最好过去看看那个小子在干什么。再强一点。 天哪，看起来不妙！再强一点！他这次又在搞什么？强到最高点！小子，你真的搞砸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 盘子洗干净了，谢老板。哎呀，我来把你洗干净，给我过来。